这次用的材料是就是冷气压缩机，用压缩机来呈现平常在下鬼柳山这个工作室的一个感觉。这系列作品声音对我来说其实蛮重要的，压缩机运转然后跟风扇散热的这个声音，其实这个东西无时无刻都存在，冷气、冰箱、除湿机都是，我们根本离不开这些东西，它好像很可以代表现在这个时代声音，然后刚好它这个东西又可以有很多的变化。就因为我平常工作都是在帮艺术家做焊接的工作，我都躲在面罩里面一整天这样，然后一打开就看到天花板漏水啊，然后地板湿啊，都是土啊，就是这样焊焊这样一打，哎，怎么到底在干嘛这样？我觉得是作品存在于我们之间的这个空间。我很常会去想环境的问题，比如说我们呼吸到的空气、我们的湿度或是风啊之类的，就是这种环境，就是我跟你同一个空间的一个共同感受到的一个环境的感觉。然后这次其实也是比较偏向环境，潮湿，觉得冷。就是在工作室里的这个感觉，然后就有点想把这种感觉视觉化给别人看看，这样分享。